善良慈悲，可笑。本座是三界第一强者，怎么？因为有同心咒术，本座与你性命相连，不得不虚与委蛇几番，你便当真了？不会的，同样的谎话，你已经骗过我一次了。这次我不会再相信你，你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。长恒带你走，是为了告诉你你的真实身份吗？本座早就知道你是西山神女，假意对你好，是为了利用你的神女之力，温养古兰中赤地女子的元神，待她元神完整，便是你殒命之时。从一开始，本座就计划好了一切。你以为以前送你古兰是喜欢你？愚蠢！古兰会吸食你的性命，一直到你死。你记住，你的命和我的命自相比长。若我能复生，你便会死。所有的秘密都在我。韩婉清娘子。韩婉清娘子，我不信。仙界、陆尘、忘川，你拼了命救了我那么多次，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曾经许诺过我，永远不会再骗我。许诺过我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为什么现在？你西兰一族尽数灭于本座之手，现在多你一个，又何妨？你骗人！你敢不敢转过身来看着我说，你从没爱过我？